show 你们看一下。第一个是我在 Kmart 买的 Barack Obama 的新书，也不算很新哦，就是已经出了几个月，但我一直在他的店找不到货，所以我就 online 订了。我之前看了他那一本，他那个 Richard Obama 那一本 Becoming， 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就买这本回来看。下一样东西是一双鞋，就是它，这双是 Veja 的 Campo， 我的 size 是36，我就买了它最经典的那个黑白色，我觉得这最容易配的。